Peter, I have your baby. No, no. Wow. I did not sign up for this. That's your responsibility. 你既然爱一个女人，就应该为她负责任。我们走吧，跟这种人说没意义。凭什么 ？Peter, you are an asshole. I try.我听懂了。Hey, you didn't pay the bill. 端木怎么会找 Peter 这样的人呢？简直就是个人渣，连起码的道德水准都没有，怎么懂得珍惜爱护他？别光说 Peter， 端木这样的人在美国就是丢人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？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。像端木这样的女人，没文化、没素质，在国内丢人也就算了，还跑美国来现眼。以后这样事儿别找我。苏明，还有，你也少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自降身份。